And we all know that patience is a virtue. That photographer's 3 years of hard work has paid off after capturing that one perfect photo. Now we continue our series, The Game Makers, as we are getting close to the start of the Winter Games. In today's episode, we bring you the story of a female ice hockey player. The young athlete tells us that she has had her ups and downs while pursuing her dream, but her aim to play for China is what keeps her going. Let's hear her story. 28岁，二十八，对，二十八，朱俊飞。我以前啊，打，朱俊飞啊，北京队的队长。我叫朱俊飞，今年17岁，这次从美国回来主要是为了参加成都的联赛。云岩队的持球进攻。这个比赛里面我是北京队的队长，5场比赛我进了7个球和1个助攻。 我自己我之前尾椎骨有过伤，也有过脑震荡什么的。朱老师都说宁可训练累死，也不愿意进康复室。就人家疼的时候会哭，我疼的时候我用笑来掩饰我的疼痛。就训练那种痛可以忍受，这种痛就是那种钻心的疼。 其实我特别小的时候就开始滑冰，当时在同一个冰场，这边中间放了那个障碍物的那个桶，就把花滑的和冰球的隔到两边，然后我在老在这边滑滑滑的时候，我就会看到那边打冰球的好多小孩子，然后就感觉很好玩，然后觉得很酷，就很想尝试尝试。我那时候还在适应球道，然后滑其实就滑的不是特别利索，所以跟人家比起来，我就是那个远远在后面追着他们跑的那个。 后来开始跟别的男孩子比赛，结果发现我也不算特别差，就是可以跟别人稍微抗衡抗衡的那一种。所以慢慢慢慢越来越大，我觉得就是对自己也越来越有自信。等我到了13、14岁的时候，男子他们就开始允许冲撞了，比赛的时候就不太方便了。 因为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当然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冰球，我也希望我能够继续进步，在一个就是所有人都是女孩子的一个平台上，接受那边专业化教练的一些就是指导，所以当时所以特别坚定的说，我要出国，这样我可以有球打。如果我在那边受到挫折，那我回国可能面临就是没有球可打的，所以说我就必须坚持。 不是不想有退路，是没有退路。到了那边之后，感觉中西方文化差异还是挺大的。比如说，他们会聊一聊喜欢听的歌，喜欢看的电影，然后这些歌我都没有听过，这些电影我也没有看过。打球是个团体运动嘛，你没法融入这个集体，你打球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也会受一些影响。当时。 就也就特别不高兴，然后跟我妈妈说，为什么教练不让我上场？我妈妈也告诉我说，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练到你自己技术够强硬，你教练不想让你上也得让你上，因为球队需要你来进球，球队需要你来赢球。初中8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美国上学，我妈妈收到国家队的选拔的邀请函，我就从美国飞回来参加这边的选拔，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结果出来，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入选的国家队的那个名单上面。我从来没有怎么说呢，穿上带中国字的队服，然后代表我的国家比赛。然后我印象最深的一场可能是当时我们跟荷兰打比赛。 赢了之后是会奏国歌的，然后我们所有面向国旗，然后就是唱国歌。教练说不用哭，那是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但是就我也说不出来我是激动还是感动，就感觉自己不一样了。之前我可能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现在变成了我。
背负了不一样的责任。我现在是国家队的球员，我是代表中国出战。我希望能打2022，现在也在好好努力，然后准备自己，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国家需要我，还是我做好准备。